来自天南地北的不同版本的茉莉花，充分展示了中国民歌的艺术魅力。如今在一些重大的场合以及重要的活动中，人们的耳畔总会响起茉莉花的音调。2006年10月13日，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宋祖英独唱音乐会在美国华盛顿肯尼迪国家表演艺术中心盛大举行。在绚丽灯光的辉映下，中国民族歌唱家宋祖英缓步登台，清澈的歌声如茉莉花的清香，滋润着观众的心田。